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6集的节目。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不是更新那款 KOUT 的这个 Dragon？因为那款玩具的话，需要花点时间稍微去摸熟一点。因为我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玩过 UT 一次啊，之后的话呢，我就再也没有摸过那个模具。然后呢，虽然这几天大家好像进入连续假期，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呢，我的假期是现在，现在是5月1号的晚上，差不多9点半，我现在才开始休假啊。前两天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呢，特别特别的忙碌啊，累到真的是非常的疲劳啊，没有什么力气说话。所以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小玩具。那这个是 SSD 70号的 B12727，它就是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在赛博坦星球上面的大黄蜂的一个形态， B127 应该是它本来的一个姓名了啊。那么呢，这个合会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说真的啊，大黄蜂真的是官方的亲儿子啊，一款独立电影里头呢，居然推出了三个造型：吉普车造型，还有这个之后的一个跑车的造型，还有这一款赛博坦星球上面的一个造型。那这个呢，是用先前的这个 Quad Jumper 下去做一个改，也没有改，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改了啊。那直截了当的说呢，如果是二选一啊，你只能买一款模具来入的话，可能我还是会比较推荐这个飞过山啊。首先第一个是它的红色是稍微有一点自带一个消光的感觉，而且呢，由于是红色，它的一个稍微暗一点的红色啊，色差不大。再来是裂缝看起来比较小，那细节的呈现度呢，在这个暗沉一点的颜色情况下也会比较 OK 一点点。那这一款B127 的话呢，第一，它的一个色差，其实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包括上面这里，它是透明部件上面去上黄漆的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柠檬黄的感觉了，跟这个后面跟侧边这个塑胶黄其实是有一定的色差的存在的。再来，由于颜色比较浅的关系，它的一个车子一旦有裂缝啊什么的，就会看起来更加的明显。那如果你变得很到位，可能裂缝就小一点。那车尾的话呢，由于是鲜黄色啊，稍微光如果不很强一点，细节也就不见了啊。那么轮胎滚动性没有问题啊，两台的一个滚动性都是很好的。武器的话呢，也都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车底。那可以大概看一下 B127 的武器是稍微涂了一点银漆在这里，然后这个 Quad Jumper 的话呢，则是完全没有。那两者的话呢，这个 B27 呢，我127赢过这一款，可能就中间这个黄色的中间的这个，它的这个透明部件在这里的话呢，可能是纯透明，然后里头是黑色部件的关系啊，导致于说呢，它的这个地方这个透明的部件呈现比较暗，中间又是比较鲜艳的黄色啊，虽然有点异漆啊，那变成说这个线条看起来比较明显。然后的话呢，由于飞过山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白色的透明，然后白里透红啊，跟黑里透黄，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白里透红，但是呢以这个视觉上的冲击的话呢，可能这个确实是比较少黄配黑的组合了，这个视觉冲击确实是比较大的。那这可能是它唯一呢我觉得在外观上面可能比较好的一点。那真的二选一的话如果没有角色情怀，可能这一款这个Quad Jumper 的话呢会稍微好一点。那么大小尺寸的话呢，它的话呢跟一个标准官方的低级放在一起，长度的话呢还稍微的短一点点，那么大小做个直观的对比，确实是比较小号一点点，稍微有一点厚，但是无所谓啊，变形到位的话呢，它的一个滚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B127 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武器先不拿下来没关系，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它好了，它已经掉下来了啊。先把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呢给松开来，我要的呢是先把这块部件给解开。再来的话呢，两手呢从这个地方把它往下面搓下去，将它的这个引擎盖上跟这个地方下方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往外拨开来，它就会有一个结构被破坏的一个情况。这里因为呢它这个是本身是一个透明部件啊，不过厚度还可以，所以有一点点暴力把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我个人会习惯呢先把它做一个比较大部的一个拆解，然后手臂是有个凸扣进侧边这里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哎，把它拔出来，
手臂的话呢给解开，上面这个部件的话呢也给翻开来。翻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上面这个地方推开。推开之后的话呢，先建议啊，把这个头的话呢，先从内部呢把它往外翻出来。好，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把这个手部这个地方往内折进来，看到吗？有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好，到这边，然后这个部件就可以往上扣下去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收拾它的一个背包，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再反折下来。那么这一块反折啊，我初次拿到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紧的，有点危险。然后呢，这个地方胸口这两侧把它往两侧给拉开来，这里拉开啊，这里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紧啊。然后呢，这个部件反折下去之后往上推，推到这里，头部的话呢自然下垂到这个地方就行了。手臂的话呢稍微转动一下啊，就可以恢复它应有的一个形象。再来脚的话也就很简单了，但是简单归简单了啊，却没有办法变得很漂亮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往下面先搓开一点点。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呢，把这个整个板子的部分呢给搓到内侧，但是轮胎要留在中间啊。这个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非常简单的。这个地方呢往后面转过去，整个的啊转过去之后呢，轮子的话呢到中间这个地方将它给放进来，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继续往外翻，翻到外侧去，到这里。好，然后这块部件呢透过这个连接杆，这里有个连接的部件连接下来，到这里有一个侧边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但是呢这个结合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用处啊，几乎是只能说放进去几乎它是扣不稳的啊，至少以我手上这一款真的是扣不稳，但是我也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啊。这里脚打开之后呢，这里有个盖板把它给翻出来。那我的习惯是把脚往后推了啊，让这个部件呢去盖到前方这里。再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侧边这个地方往后推，推到这个角度，不要妨碍我们翻转。这个部件呢往后面转过去，转过去，整个的你也可以呢先把整个部件转到外侧，再把轮胎转回中间都是可以的啊。总而言之，轮胎放在中间，这个地方翻下来到这里扣上，疑似貌似好像能扣上，其实它根本就扣不上了。以我来讲的话呢，它是根本扣不上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由于我的脚呢是往后搓，脚是往后搓一点点，所以呢我的这个 B127 的身高的话呢会自动啊大概会减少个一点点的一个身高。那看起来的话呢，腿呢会变短，然后变得更粗更胖。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从车子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变起来的话会非常的短腿哈。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喜欢变这样，因为它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包比较大。我们的这个脚呢，如果你不往后放往前放的话呢，这个鞋尖啊，鞋尖其实它 cover 不到这个背包，而且它的一个鞋尖看到没有，它的鞋尖其实往内的，所以它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力一个效果的话呢是会被打折扣的。那所以呢我就宁愿把它身高弄矮一点，反正呢这个大黄蜂的这个形象啊，在赛星上的形象就是比较矮小的了啊。那两者可以做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对比在机器人的形态下呢，由于鲜黄色跟铁金属色的这个塑胶啊，金属色的塑胶看起来的话呢，反而呢我觉得在机器人状态下呢，这个 B127 好像比这个飞过山要来得好看一点点。那么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对比啊，其实除了头雕之外，其他的部分呢可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我一样都是把脚的给变得比较短一点点。那侧面来看的话呢，背包算是非常的大了啊。头雕的话呢既然是一个没有露骷髅嘴的这个骷髅头吸奶嘴的一个大黄蜂，那我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好特别去挑剔了啊。细节的话呢还是有，而且它的身上就是感觉是比较金属的一个骨骼的一个配色。那相较于这个都是黑色的这个 Crew Jumper 的话，好像在机器人的形态下确实是我们这一款 B127 感觉会比较胜出。额头上的话呢也有一个，我们来对一下，额头上也是有一个博派的标志啊，看最近能够拍到多近，不行只能这么多了啊。好，那么今天的话呢就利用一点时间呢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B127。 那么 SS 系列的玩具呢真的是有好也有坏啊，这一款把玩起来的感觉普普通通吧啊，就是赛星的车辆造型是不赖了啊，但是这么巨大的背包
还有这个脚这个地方我感觉不是扣得很好。那么色差的问题啊，黄色的部分，这个塑胶黄跟涂装黄都是比较大的，两者你喜欢哪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啦、哦、那我是觉得在 SS 的玩具里头呢，这款大黄蜂呢并不算是出色的作品，那就利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做这一集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